记得前年征袁术，烈日炎炎，将士们干渴难耐，连路都走不动了。我忽然心生一计，举鞭指着远处大叫：“看哪，前方有一片梅林！”将士们听了，欢声雷动，口中立刻升惊，拼命朝前方赶去。其实前头连一颗梅子也没有，但是将士们被梅子所诱，营地却到了。 丞相智谋过人，望梅止渴一事定可成为传世名典，世代相传。<笑>丞相啊，刚才我进府门的时候，看见一具尸首抬了出去。 一打听才知道，是丞相梦中将他斩杀。丞相真乃异人也，连睡梦中也要睁着一只眼。玄德，你是厚道人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并非我梦中好杀人，睡觉就睡觉呗，杀什么人嘛？但是我一直担心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行刺我。 怎么会呢？丞相多虑了。怎么不会？当年我就是在董卓睡觉的时候行刺他的，我能刺人，人也能刺我，所以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也不可不防啊。那丞相是怎么提防呢？我就故意扬言，说我好梦中杀人，所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，都会有生命危险。 下人们将信将疑，这可不好。于是，今日晌午，我就在榻上假寐，说梦话。下人以为我在唤他，就上前伺候。我大叫一声，拔剑便刺，杀完了，我回去接着睡。睡醒了，假装不知道，一无所知，悲痛万分。 哈哈哈哈哈！我想此时此刻，曹操梦中杀人的事儿，会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人敢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我。原来，丞相不在梦中，是世人却在梦中。除了你刘皇叔，来。 好风啊，风从虎，云从龙，龙虎英雄，傲苍穹啊！嗯，说得好。玄德，你久历四方，阅人无数，必然接纳过不少英雄豪杰。你说说，谁才是当世英雄？岂敢岂敢，在下一双俗眼，哪里识得什么英雄啊？哎，说说说说，不用客气，就算是未曾谋面。 也会有耳闻嘛。说说，淮南袁术有称帝之志，虽称帝失败，但曾经独霸一方，算得上是英雄了。败军之将，种种枯骨，他活不了多久了，早晚被我所擒。嗯，那河北袁绍祖上四世三公。 兵精粮足，虎踞千里冀州，而且图谋天下，他算得上是英雄。袁绍，色厉而胆薄，优柔寡断，做大事而牺牲，见小利而忘义，绝非英雄。有一人名列当世八郡，威震九州，刘景升可称得上是英雄吧？ 刘表有名无实，离英雄二字还差得远呢。那益州刘季玉，可称得上英雄吗？刘璋虽然是皇室宗亲，不过是御阶下的一条看门狗而已。再有一人，
血气方刚，江东领袖孙伯符一定可称得上英雄了。孙策是靠其父孙坚成名的，不算英雄。那马腾、张绣、韩遂等辈丞相认为如何？都是些昏昏利图、碌碌小人，何足挂齿。除了这些，在下实不知道该有谁称得起英雄。那我告诉你，所谓英雄应该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。上，能洞察宇宙之妙；下，能吞吐天地之机。丞相说得好，可是如此高的评价，天下谁人当得起？天下英雄唯有刘备和曹操。丞相言重了，刘备岂敢与丞相相提并论？玄德，你觉得我不会识人是吗？我只说几件事便可见端详。前丞相识下，你我初次相识是在袁绍的盟军大营，当日西凉的勇将华雄挑战，一连斩了我盟军三员上将，诸侯皆惊。你二弟关羽杯酒未凉，单刀匹马就斩了华雄。当他把华雄的头颅抛到大堂上的时候，满堂诸侯皆惊，唯有你连眼皮都没动一下。其二，当我率五万铁骑攻伐徐州的时候，各路诸侯坐观成败，没有一个人敢因为陶谦而跟我曹操作对，唯有你带了区区不到2000人马来了。你明知道战不过我，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为何？仁义。你为仁义二字可以不计生死，愿为天下先。第三，袁术称帝，我奉旨讨逆，召天下诸侯来援，却没有一个人来助我。当我到达前线的时候，又是你在那儿等我，须知我根本就没有发诏给你，你却来了。为何呢？因为你是汉帝后裔，你最恨奸贼篡逆。是。玄德，原来我以为仁义就是仁义，岂有他在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仁义到了你这儿，这不光是世道人心了，他还是杀人的利器。你的兵器不是双股剑吗？在我看来，一把叫仁之剑，一把叫义之剑，有了这两把剑，还能不是英雄吗？见笑见笑，一阵之威乃至于此，这雷把我吓死了。英雄还怕打雷吗？迅雷乃天意，世人谁敢不畏天意？况且刚才丞相所言，句句也如雷贯耳啊。你看我说的对吗？说的对，在下也有一点疑问，敢请丞相直言相告。请讲。如我所料不错，丞相好几次都想杀在下，为何到现在还不杀呢？问得好啊。
贤弟问的极是，我也把实话告诉你吧。第一，舍不得，自古以来就是英雄相惜嘛。第二，你虽是英雄，却无用武之地，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是无害于我曹操的，所以我才能跟你相敬如宾，青梅煮酒论英雄。谢丞相。来。